主料银耳100克，紫薯300克，辅料冰糖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银耳泡发，紫薯削皮洗净，冰糖待用，紫薯切成小丁，银耳撕成小朵。锅中加水下入银耳煮50分钟左右，50分钟后加入紫薯粒冰糖，继续煮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后汤变得浓稠了，关火盛入碗中。烹饪技巧，要是晚上喝的话别加太多冰糖。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